爱这个事情本身是不分国界的，它是可以感召很多人的。你需要去做的是一个社会的公益，你需要尽的一个社会的义务和责任。土地开发本身就是三赢的生意，我们的市政府是赢的，所有权人也是赢的，我们公司也是赢的。所以我对员工跟对小孩子他们的一种理念都是一种合作共赢。我们要在土地的利用上面让它最大化，不只是台湾人能用，还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。请锁定年代 Match 台，点亮新台湾。